好，我们现在是在台湾南横公路的摩天，这里海拔1600公尺，我们的高龙油将我们的巧克力使用于茶叶茶树生长，感觉良好，我们来请他说说心得。好，自从用了那个巧克力，我发觉茶叶在生长。它的比较平均，也不会说过多氮素，产生那个土长，它的叶绿素也会产生的比较绿，一般有的使用不够的话，它会产生那个黄化，用使用巧克力过后就不会产生黄化现象，比较叶绿素比较重。请问你这一分地使用多少量的巧克力？一分地，我目前现在使用的量是一分地是超在1包左右啦，看自己下的量，你要施量给它多少，自己去提升。你今年是第一次使用巧克力吗？今年第一次使用，感觉效果比之前在下那个肥料1号比较好。所以你对这个巧克力是不是有信心来使用于茶叶？目前使用巧克力，我觉得说还算有点心得啦。看后续在第二次采收的话，就会比较有效果怎么样，比较好跟大家解说。